来看来看，日本人体拼图大赛继续进行。今天的女艺人表现觉得让你惊掉下巴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幸灾乐祸吧。老规矩，还是女艺人先被请进休息室落座，然后沙发变形，直接被迫翻入了赛道。简单讲解了规则，然后小姐姐很自觉地往头上浇透明液体。裁判一声令下，从滑滑梯滑下，看能不能稳稳停在圆心。我锯什么鬼，完全没有刹车的迹象，直接冲入泥坑，免费洗了一个泥巴浴。好家伙，感觉老腰都要摔断了。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，看看哪位女艺人能走到最后。